那我们现在来拆这个便当啊，这个店是，这个店就是在那个我们中清路二段北屯那边麦当劳过去的那个叫后庄路，它是后庄碰吧哦。然后现在是防疫期间哦，他们也没有开放内用，都是外带哈、哦。然后速度很快啊，都在点餐，等一分钟、两分钟就拿到餐了。哦、那因为年代久远，我很久没有去吃了，我已经有点忘记他们的排骨饭长什么样子，所以呢，接下来开这个排骨饭，我跟大家一样开彩蛋，那我就来开吧。来，一二三，噔噔噔噔。哦，这是排骨饭，贝仔扣。哦，就是基本上就是。有主菜跟三样配菜，对，然后便当盒是一般标准的便当盒，啊，然后排骨是带骨的，哦，是卤排啊，然后菜就有笋丝，然后后面有剁一块卤豆干，全个人给大家看，然后青菜这样 ，OK。80块。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吃便当。吃便当。好 ，OK， 这是刚刚的排骨饭。OK， 我刚提醒出今天六月。好，那首先先从哪里吃嘞？先从他的退菜好了。来，这是笋丝有炒那个那个胡萝卜啊、木耳啊这些，就勾咖喱，还有调点胡椒，真是不错。那基本上阿贝的便当都是一般 size。食量大的可能要吃两个。好，对，那豆干是可以整块的嘛，整块的，这应该也是放在他们的那个老卤里面。还好，那边有味道，里面就还好，然后青菜。这边是青江菜，基本上它表现都中规中矩。换个角度拉给大家看，然后厚度的话。它这个厚度大概在1公分左右。基本上味道还蛮不错，然后不是走那种甜的路线，它的卤汁不带甜，对，它不是蛮香的。然后那个排骨肉本身就也不柴啊，还 OK， 好吧。基本上这饭都已经到焦那个卤汁，基本上这种饭要难吃很难。饭他们煮的稍微就比较软一点。
可是不到糊啊，都还 OK， 就要卤汁之后不会糊，真的很棒。啊，又再吃，再吃一口，哎，不要太，很下饭。他知道是老店，然后现在目前疫情就没有内用，不过我是希望说疫情赶快过去啊，因为我说真的，这种店开店也是会比较好吃。